仲有人咧喺網上面咧就話博士你係呢個出聖入凡，點解咧？唔係網上係有個人有專欄，有個專欄好耐啦，好流好耐。嗰個一個好有文采嘅專欄作家嚟嘅，佢係幫《東方日報》開檔嘅，當年係啊，另外佢係《城報》嘅總編嚟嘅。因為佢嗰時佢哋成班老人家好了解我啲工作，即係等於我剛才講咧，就話我喺文化中心廿幾年前講學，嗰時係冇粗口，就係著西裝啊嘛。咁你有啲人又可以，而家你扮聖人又得㗎，扮君子又容易啦。譬如你話你走去突然間話我真係讀神學啦，走去做牧師啦，或者我唔做牧師做神學，咁或者你又真係做和尚啦，去山修道啦，咁啊學道啦，咁你都係扮聖人㗎。有你都好多聖人噶，做到都你做到都可以做噶。但你能夠上到嗰個境界，好似我哋降翻落嚟，一個社會係普通人多嘛。世俗人嘅思維有幾多個聖人啊？世界個社會有幾多學者啊？700,000人咪咯。咁我話你譬如你真係，譬如我哋去到中國農村做嘢，嗰啲真係文盲嚟噶嘛。你要降低曬你自己個 key， 去往翻啲農村嘅農包啲兄弟姊妹識聽嘅語言，係一個好深奧嘅學問嚟。嗱，我喺個網台，大家好客觀講，我講啲嘢有冇人話唔明嘅？你我可以講到好深都得嘅喎，我真係可以講到好深嘅，咪下嚟。一大堆理論。不是理論，我就講噏兩句你都不明白嘛，講理論你更加不明白。所以變咗行工咧，佢話呢個人咧都幾有心喎，即係唔係話犀利啊？可以將啲好高深學問，可以去到咧好普通嘅人都聽得明白。所以搞到啲人聽都唔明咧，你係失敗噶嘛？你諗下嗱，我哋咪談人啦，有個咩講咩正音嗰班友，特別嗰個學文會呢個又係垃圾嚟嘅，我心目中係咪啊？我到而家都點解你聽唔明佢講咩噶嘛？文字係要嚟達意嘅啫嘛，你個講錯咗，你明我意思係有嗰個功力係啱嘅啦，有客家話，有潮州話，台山話，正佢老母啦，正佢與其心不正嗰條白頭佬。係嘛？你要咪唔係學棍嚟咁啊？又係，唔係你喺學校咧，你可以搞嚟搞去喺度吹水。咁學校嗰度咧，的而且確而家都有需要靜下音嘅，因為嗰啲懶音懶得太勁啦，係聽唔到你講乜嘢㗎。你即係同 Miss 上堂變咗 Miss 上堂啊！你好簡單啊！嗱，我哋奉旨唔會叫人唔好做乜，唔會做乜嘅，冇聽我講。你中意賭錢嘅人難賭咧，我教你賭錢。嗯。你喜歡性慾強要溝女的，我教你真的澳門就不要搞到你的家庭你有破壞性。如果你叫到他不賭，不用在嫖當然易啦，這個世界就通街聖人添啦，你叫到嗎？是我們這樣的人能夠將在一個這麼成日研究學問的東西降下來，在個世間很俗氣來說就是多人啱聽嘛。你唔啱，我揾人出嚟挑戰我啊！大家走去醫館開個講座，睇下邊個買飛買得多錢啦！600,000啊，大佬兩個鐘頭演講，1995年，就啲人出嚟聽我講粗口個耳鳴啊嘛，係咪啊？其實講真，粗口有啲我都唔係好明喎。咁咪你蠢啫，男人咪明咯。咁啊喂，我摸住個波流眼淚，你都唔明嘅，咁你真係蠢啊嘛。咁我冇得摸嘛。諗唔到啊！真係，你摸住眼波流眼淚，點解要流眼淚咧？係咪自己起唔到快咁咪流眼淚咯？係嘛？咁你唔可以見親個馬騮摸住波流眼淚咧，當起唔到快佢啱啱唔得眼痛流眼淚，咁你又搞錯啊嘛！即係呢個咧，一個好深好深學嚟。喺當年喺香港嘅文壇咧，寫啲三合底文章做嗰個叫三蘇，即係高雄，而家死咗啦。死咗。寫文章都係要簡白易明嘅，就係、是、你個功力。
但你就算你叫我在網上回帖我都沒有很沉醉了，幾句就收工了，你問都心沒問題。所以我叫網友，我剛剛才鼓勵了個網友，好像昨天今天出帖，昨天因為 他每次呢我有些節目完了他有些感受呢講出來，他越講就越細微的，現在看到他進步的個人，這個值得一讚，即是年輕人我或者上年都希望他肯學，他有很多角度呢都看到出來，即是都不錯的，但當然不是說看完那麼深入啦，但是看到一些人在學習中的，那我就鼓勵他咯。我說小朋友你繼續，我今天鋪個貼上去叫他回應他，你如果你繼續努力學呢，你就可以看到燈下黑的功夫了，現在個個人寫燈下黑嘛，張振宇就寫燈下黑，梁振英就寫燈下黑咯，以為吳家產打奔頭行上去做特首好差過癮，現在吳家產欲罷不能，共產黨緊用到你盡，要搞多幾鋪衰嘢先掃你落台，對嗎？趁你病攞你命啊。所以呢，我小朋友，你如果你練到呢能夠觀察力呢睇到燈下黑，咁你就學做生意。好啦，學做生意呢你就用個宗旨呢就要少勞多得呢就係、是、為個目標嘅。就唔係話呢要擴大到你嗰盤生意大笨象咁，家餐咩住先個身喐唔到。你食得幾多著幾多啊，你搵多兩蚊錢你每個休息時間都撲街啦。所以你上帝呢叫你 有安息日呢是有理由的，一生人不可以只在金錢度打滾的嘛，又不可以在個女色度打滾的嘛，個世界是很多，不是你不可以全部在個酒色財度打滾的嘛，世界很多學問的嘛，每一種學問呢有一種趣味在那裡的，那個天趣大自然的趣味來的，最少人去識得領悟嘅，譬如話你真係聽音樂，你梗係唔及嗰天籁之聲啦，係嘛？